故乡 Puyuma 纪晓君天后唱歌果然好听，欢迎继续收听咪咪之音 FM107.3， 礼拜天早上10点到12点，我是大咪，还有接下来欢迎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仙女下凡轩怡，耶、我出现了、超开心出现在咪咪之音、果然你的那个麦克风我根本不用担心它，我们刚刚瞧了老半天、想说这个麦克风不能离你太远，等一下还有吉他的音乐要出来，想听吗？马上就来，是不是？你的开场，这个好听哦！哇，好久好久，我融化了，带着吉他来我们的咪咪之音，虽然说第一次啦。对啊，你这样有点0204了，你知道、真的吗？这好可怕，因为你还带着气音，可是很好听，继续继续继续、真的吗？对对对，好好好，那我来唱一首歌，叫做。阿妈说那都会起的辛苦过在那个社会，阿妈说你若没有乖孙免问我们走向前冲弟弟坐，阿妈给你哭尽量坐三顿，阿妈坐苦多，我会听来细细，乖孙要多，阿妈的老厝，阿妈欢喜放心底。阿妈的老厝有故事，有农村社会的模样。头前有稻埕，大间的公厅，边仔搁大阿舅。阿嬷的老厝拢无旧，在我眼内是享受。你问过好店，后尾牛尾头溪底，搁藏水牛。大家一定想说，好久没有现场听我唱歌啊、怎么说会很久吗？因为啊，就是其实很喜欢，就是现场唱歌给很多人听。但是呢，最近驿站啊，越来越多伙伴在驿站办活动，所以都很少很少时间跑到外面去。哦，对，你之前演唱啊演奏，其实比较属于很多外面接活动的场合，或者是配合像是绿博也有、然后像生态绿洲。然后生态绿洲，还有丢丢党那边都有，还有我在赖清松大哥的那个股东收获剧也会看到你在那边摆摊，人家别人摆摊呢，把人摆搭哈，姐姐在卖菜啦，卖米啦，卖罐头啊，不呢，黄轩怡在那卖吉他，我咧唱歌你就投钱啦，好听就投钱，无好听唔知为我的迄个换来这个钱来走了对，敢有人安尼做？应该是不会，这样你也好听，都只唱打 K 阿妈，这都是轩。以列成名代表作也算是，因为我几乎是因为谢谢阿嬷她提供老房子让我们年轻人去经营，所以我就写了两首歌，那有打 K 阿嬷，也有刚才那首曲子叫做阿嬷老厝。哦哦，我搞混了，没有关系，因为他讲的都是阿嬷打 K 阿嬷的系列。嗯，不过因为这个你是用台语的词安尼演唱，其实袂输，就是哪唱故事就哪在咧讲，很流畅，所以听哎嘛是拢听到阿嬷，所以家己就混淆，想讲拢是围绕着娇西阿嬷没有错。对，我会记得就是差不多一两礼拜前，我嘛是拄好带朋友到游阿嬷驿站啊，谢谢你。不是那个真的太享受了，真的、哦，就是会当伫咧参观游阿嬷驿站，恁规个规划哦，伫咧打开这个环挂餐的所在。进行是有一个一系列的导览活动，了解农村文化，啊，对于这个老厝的过往，甲即马以后变哪发展，恁融入的一寡活动，拢会当真详细了解之外，最后竟然哦，食一寡手工的加工品啊，今早什么哪啉茶、食点心，阁会当听仙女唱歌，这一定要啊！而且那个就好像是个人专属的音乐会，室内演唱会，很享受。啊，都吉他给他开的，开始可以表演了。你卖讲个较简单点嘞，你敢有顾虑到阮这种人的心情？阮什么拢未晓，你
说你有广播电台，所以也当点人家抱怨讲，为什么我什么乐器拢未晓？还刚我就是看到轩怡当一个吉他提来，啊，就缓缓的把一些自己小时候的故事，还有规由阿嬷驿站的故事，来叨叨啊讲出来。这个方式，这种走唱方式，伫咧你过去的成长过程来讲，你家己敢捌梦想过，或者是有啥物过缘分连接起来？真的没有想过。那时候大学在读大三的时候，就想说自己未来的工作想做什么。啊，就想想诶，会晓讲英语后来去教英语啊。之前是民传大学的大众传播学系毕业，啊，就想讲，嘛爱上电台，啊，有在社大开一个蓬米潘公布电台。哇，好，原来是匪台，是匪台嘞，啊，哪有敌台？讲错了，敌台没有啦，同行啊，就刚好都有兴趣。然后第三个，我就想到三个出路都去试试看。那第三个就是从小学二年级就开始学音乐。嗯，然后就这三个，学的是哪方面音乐？那时候是从国乐的扬琴开始，总共144条弦啊！你好跳痛哦，真的吗？扬琴。可是我跟大家讲说，以后你学任何乐器，一定要一个乐器要有专长。你只要有专长，你学其他的音乐啊，都很快，融会贯通很快，是不是？是的。我为什么从扬琴跳到吉他的？因为他们也是会讲到哆来咪发嗦拉西啊。嗯，你在欺负我对不对？我没有，除非你不会哆来咪发嗦拉西，你骗我。我会。对啊，所以吉他最后就是你目前就是比较定调的，比较会长时间运用的乐器了。因为它也比较好携带，扬琴多难携带啊。嗯，所以我只能在演艺厅表演了。哎呦，哎，好笑！你知道紫薇叫我说、欸，你来的时候给我客气一点。不，我就是喜欢你这个海派个性。不要这样啦。那如果说到这个跟阿嬷，会当为创作一首打开阿嬷这首歌，被看见嘛，你就是因为创作这首歌了，有电视台来给你采访。有。哎，当初那你这第一拜算是第一拜吧，去到阿嬷的这个老厝，当初也无这个有阿嬷驿站，无这个无甲老厝改做个今嘛这个型嘛吼，所以像那一边。为一首歌啊，变成这个老厝的这个活化，那个过程是安怎发生的？其实那时候只是想说音乐教学，家己无想遐济咧，然后后来就想说，我小时候，因为我现在当志工，我现在帮人家整理老房子，后来就整理的过程当中就觉得，先写了一首歌，然后大爱电视台有来采访，说有没有相关阿嬷的背景的一些农村，啊，我就带他去看，然后发现到，阿嬷的房子。我是不是也有这个能力去整理看看？结果就开始，跟阿嬷讲说，阿嬷我在用我的音乐去经营你的厝，然后我就甲用声音乐的方式啊，就真侪朋友来甲你拼拼，就是有人有惊去，啊，厝尾顶才袂放弃这样子。哦，真够讲嘞，有人有惊去，厝尾顶才袂放弃。对啊，小等人捌哭一下，你甲阿嬷讲，阿嬷我来用音乐来招人来甲你修理你的厝，阿嬷即句敢听有？阿嬷懂吗？阿嬷怎么能理解音乐怎么能修房子？阿嬷后来只是听到说，哦，如果你要把它整理干净哦。阿妹，无你就试看卖，无以前迄厝拢我起的，阿妈都这样讲。哦，嘿。不过你要做这个修理老厝的代志，除了阿妈感觉是支持的，啊，其他的厝里的人是啥物想法？这是苦笑是吧？啊，苦难，无奈啦。发生什么代志？因为我第一个是先跟阿嬷讲，因为我觉得跟阿嬷比较亲。那家里有因为有成立佛堂，所以很多亲戚每个礼拜都会聚集在一起。所以就跟阿嬷讲说我要玩音乐，阿嬷说好。我跟阿公讲说，阿公我要升列处。你这个死查某囡仔，生过爱厝。对，然后他就说：“你是无吉他弹哟，就是为什么要玩老房子啊？厝都姑姑啊，以前那年代都觉得啊，厝都姥姥啊、姑姑啊，你来家算你是无吉他弹哟，还是那弟弟想要开钱？我就跟我爸讲说，爸，我要升阿嬷的姑厝。我爸就讲说，你让我做人我爱做，我有甲讲，什么我爱做？
我嘛就怕了。恁爸爸讲，恁还拢做人不爱做诶。嘿嘿嘿嘿。啊，我有讲，不是人不爱做，是人想要做，唔知道要安怎做。啊，去连我也像唱歌声音啊，那是不是说也可以，就是用这样的方式，然后让更多年轻人知道有一个地方，可以回来玩。这样说能够说服得了吗？还是必须要唱才可以？有关于老房子的是吧？好啦，是是是，我要唱第一首我的创作，就是《打开阿妈》，然后打开了这个，就是开始由阿妈驿站的这一条路。嗯，对，我们欢迎宣仪的《打开阿妈》，Uncle。里面记载了所有我阿嬷的故事哦。我阿嬷20岁嫁给我阿公，生了9个小孩哦。咋我少年青春时，20拄好嫁予伊，吃苦撑歹过日子，囡仔到会嘛生囝儿，孙一大堆，嫌阿嬷吃济嘴，干阿孙嘛准备。每年就来出世，嫌一些阿嬷没回去打客，你敢有欢喜？打客阿嬷，我爱你，祖上好爱古锥的你。打客阿嬷，我想你。我会当体会你的用心，我一定叫出你的名字。我现在我除了是在 VIP， 我还是在摇滚区，真的真的听演唱会最棒的位置，一对一。因为听仙女唱歌，其实不是干呐，这个旋律音乐好听，这个故事真感动人。你唱歌那个感情的投入，我感觉你若是讲真正伫咧爸爸啦、阿妈的面头前唱这個，因会感觉讲，我到底是提什么起，这个起大汉奈这样尼啊厉害。我那个动作，你讲那起上起个架大颗，可爱，不要这样。谢谢。不过，伫咧即马，你打开阿妈这首歌已经同人知啊。啊，你的阿妈有感觉讲家己有淡薄啊，感觉就无同款无。阿妈其实很开心，但是阿妈其实也是一个很内敛的人。嗯。然后她会也是不断的提醒你都爱好好走啊，阿妈拢家听你都对啊。嘿，因为我们全家人几乎都非常尊重阿嬷、阿公也很尊重阿嬷、阿嬷讲什么阿公都要去做。看来是女权社会，母系社会。所以我在想说，跟港妈兰有关系吗？没有啦，我不知道啦。不过为什么宣仪会对于老厝，像进前的做志工在修理老厝、为什么你对这种老的东西这么有兴趣？我觉得啊，因为啊，老房子一开始没有很多资源，没有水，没有电，没有水管。那我在想说，在这么资源的缺乏下，原来可以激发出我们每个人自己就是创作 maker 的能力。嗯，所以我在那边玩音乐创作。那我在那边既然可以自己做古早美食，然后跟这些社区妈妈做结合，他们叫我们咸菜，然后只有宜兰有那个咸菜短。咸菜什么？短？那个就是用那个卜啊干啊，嘿，绑那个菜。然后只有宜兰才有咸菜段，咸菜段，嘿嘿，哦，好特别，很酷哦。嗯，然后只有宜兰也才有那个糕点炊，哦，对，糕点炊，嗯，这叫真最好食。嘿嘿嘿，然后你讲你点老厝，哦，在这个传统古早味，嗯，请这个一挂妈妈、婆婆、妈妈来教呢。因足够做宜兰上厉害的这啊，古早手作。啊，伫个古厝内面做家的意义是啥物？要从啥物活动？就是其实食物的处理方式有很多不同的酵素在生活当中，嗯，所以我们从这边也可以就是可以吃得到古早味，嗯，那种感觉很好，非常有成就感。嗯哼，然后甚至我发现你们有时候一些外国朋友或者是说住一些艺术家也会进驻你们游阿嬷驿站，嘿嘿，你们
原本是想讲一个不起眼的老厝，现在竟然可以变成一个艺术家驻村的地方、欸。真的，一开始因为我只是玩音乐，我还是要讲一下。那我们每一个朋友啊，毕竟他自己有他的工作在，嗯、所以很多朋友也是渐渐有慢慢来帮忙。那一开始真的就被人家讲说废墟，我就觉得也其实也蛮像的。太多了，都看起来第一眼像废墟，可是你要仔细了解才知道它是个宝。然后就是大家也慢慢觉得，哎，你们其实有慢慢在进步。我宁愿让人家看到我们慢慢在进步，而不是退步的方式。嗯，所以我们也是也在发现它很多老房子有的潜力跟定位，嗯、然后不断的去用我们年轻人的创意。所以很多人都问我们说文创是什么？嗯，我就跟他讲说，你把以前的文化，把文化，然后用利用你的创作，嗯，然后再把一个创意发挥，用就是你的专长。嗯，所以文化应该是认识以前的文化，利用你的专长再做一个创意的发挥。嗯哼，这就是文化创意。因为从年纪轻轻的宣仪口中说出这些，我就信了。因为如果说的太多大道理在讲文创，我就觉得，嗯，well，so 其实你有一次受访接受访问的时候，你提到要连结历史，才可以让创意更有深度。嗯、哦。嗯，阿娘喂，怎么可以说出这么有道理的话？爱有历史，这个创意哦，才会当有深度哈、哦。所以，哎、欸，你等下哦，你嘛无几岁呢？啊，你今日都三十啦。就等下你今日生日。无啦无啦。三十岁，过一个月啊。他们说游玩卖驿站大概四五年，对不对？有，差不多了。所以你就是大概五六岁的时候就开始想做这件事情，对，然后把这个整个环挂残搭配这类柳树，嗯，然后融进你这个老厝自己的音乐，然后让它这样慢慢的被更多人听见看见。问题是那个历史，你才几十几岁，你是怎样挂这柳树？你嘛不要讲来听看卖啊！我要慎重说明，一开始我们不觉得我们会找那么多人做那么大，所谓的做那么大就是，哎，好像全世界的人都可以来我们的农村。嗯，那其实一开始真的只是想要把房子清空玩音乐，可是老房子老这个字等于代表说很多人其实都有来过了，哦，然后来玩过了、嗯、然后曾经参与过不同的经验。嗯，所以我们在玩老房子的时候，在整理的时候就好多亲戚哦。嗯，你只要来驿站就会过一个涵洞，那过一个涵洞都是仙女的亲戚哦。然后亲戚就跑来跟仙女说，我跟你说，我以前在这边啊，都有 Q 那个头 Z 啊，来鸡鸡还得疼来夹、嗯，然后我就开始想说，什么是头 Z？ 什么是头 Z？ 我满在。对，那个头 Z 呢，就是它也是一个环境指标，它在一个潮湿一定的情况下，它会长得很像一个木耳。长得也很像青苔哦，它勾勾哎、欸，可是它富含很多胶质，嗯哼，可是它现在就是水泥化，它就会不见，嗯，那以前人没得吃怎么办？除了养鸡养猪，嗯，那还有头鸡，还有原来他们鬼针草也是拿来消炎止痛用的，嗯，所以这都、就是。自己的亲戚，然后看到有那么多人越来越关注自己的家乡这片土地，所以他也很自愿的，就很热情的开始说出一些他的过去的历史、他的记忆跟你分享。嗯，然后也丰富了你的游阿嬷驿站更多东西，就觉得哦，原来这里发生过这一些事情啊！我还记得那天去游阿嬷驿站，我们带着几个朋友这样子寻了一下环挂残整个周边环境，结果嘞，宣仪跟紫薇啊，行到到。那一个亲戚走过来，阿姑，对吧？亲戚叫阿姑，阿金嘿，我是、然后所有的人就一起，阿姑，对啊，跟着喊哦，大家的亲戚都跟着变多了。我们是礼貌的农村哦，有好像就是一种大家庭。只是环挂残，因为那一次的了解，我觉得也让我从来没有想象过的一个很具体的农村是可以这样很短的时间里面能够稍微这样子很迷你的了解它一遍，而且它是一个真的是有个界限，有一个边界的，也就是说不要太广泛，谈得太空泛，然后把它聚焦一点。所以这环挂残定义是一是一个地理的范围哈，领导。它是一个一开始它虽然地名叫环挂残，哦，原来去县史馆翻资料才知道说，原来以前噶玛兰在宜兰有36社，嗯，然后那原住民跟汉人在做教育的时候，汉人必须担任这个环挂，就是担任这个翻译，跟原住民负责做交流。嗯，可是有奇力单社，
有起舞蓝色，却没有黄挂蝉色。所以我们就发现到哦，原来黄挂蝉真的是负责做交易的地方。然后又查到了跟吴沙又有关系。吴沙当年来开垦的时候，在想说没有经济就是金元的情况下，伊突然跟我宣讲啊，咱甲迄个原住民做交易，原住民也像在山上那个打猎，真情异兽的兽皮啊，来咱家边底下搞换迄锅碗瓢盆，啊，咱黄挂蝉都是安尼发迹的。啊，真好耍啊！啊，那恁遐算是好野人的所在呢。应该是一个过渡区哦，转运站。转运站，可是很发达过就是了。嗯，而且它就一条溪圈着你们这样子，那个溪接下来来头也不小哎，是黄德记大牌是不是？嗯、对，它其实是负责灌溉用，因为德子口溪是礁溪主要就是主要的溪流，可是它太容易泛滥了、嗯。然后有一个商行。叫做黄德记、嗯、然后他就出资去把那些水啊整个整换，然后整个大家都有很稳定的灌溉系统，嗯，但是他是要收水租的啊、哦、对，所以就觉得好像人家都说台湾没有文化，可是真的去查的时候，黄挂蝉为什么叫黄挂蝉、嗯、那我们的那个 Saint Yua Day 的油是柴油的油，然后才觉得诶、欸、为什么不一样，然后又去发现为什么叫黄德祭尊，然后为什么每一个村落土地有土地公，可是守护村庄的有守护神石敢当，嗯，然后又发现为什么我们这边明明就是不是很有钱，但是为什么有一个宫厅架大间，嗯，然后又掺杂了一些古代的建筑，嗯，然后你可以看到水泥屋又有古代的建筑，我们就称之为时光裂缝。哦、这样子啊，是很莫名其妙，为什么一样是我也有农村，为什么我就讲不出来这些很生动活泼的故事来，可是宣仪就有，你真这样是可能真的是就亲戚就这样跟我们分享然后他就说啊，你怎样你跟得归谁啊，然后又说你知道这大场地是拿来做什么的吗，然后我以前真的不知道他是拿来赛道，我只知道有来赛道，可是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起起伏伏、啊、你说那个地不平起起伏伏，对对对，后来才知道因为水往低处流、嗯、所以当他们要下雨的时候，下雨之前一定会湿气非常重、嗯、所以以前我们的祖先就会闻到这个非常潮湿的味道，就知道那个雨要下下来了、啊、然后就赶快把那个白白稻子白一点灌去，然后再用布棚把棚那个盖起来、啊欸、奇怪，我小孩也是看过我家的顶拍切得过哦，不过我家的顶就是白白白、哦、你那可能是篮球场那不过那天去尤阿嬷驿站，你带我这样洗洗的、嗯、看到你跟他刚才说那个大稻埕、嗯、他是这样 有的一些会凸起来的，就是那个起伏，原来他那个学问就是在于你就给水要来的时候就要给他刷起的比较突出的所在，对对对，就全部都埋，就是堆堆堆堆起来这样子。真有学问，恁黄挂蝉的这个祖先不简单。讲到呢，大家人嘛真侪拢有大场面起起伏伏啊哦，这我爱小澄清一下。今麦都爱欠伊啊！对啊！你呢爱个用这个歌曲继续给咱弥补一下。有、哦，绝对有一首歌。拜托拜托、嗯，来来，我好想这首歌叫做《与水共生》，因为宜兰最美就是因为有很多很多的水，然后呢，以后要盖大房子或大工程之前呢，一定要跟水问好哦。听看麦哦，甲水共生，行在咱的土地，闻着咱的稻啊香，生活在美丽的所在，爱有水果，有小宝瓜，惦在高水的世界，已经有水乡的名声，惦在咱的土地，闻着稻啊香。唱着咱的歌曲，阿嬷啊丢丢哒，水在咱的母乡，凡事着爱等，等的光景真正。你敢有甲水讲好无？
木加水，讲好无？你害我鼻子酸酸的。干嘛干嘛？他没有那么感动。有真的吗？为什么？我不知道，我来宜兰两年多、然后一开始来的时候其实就在一些论坛的场合或者是那种小活动会看到仙女，看到你，然后会听到你唱歌或者是听到你表达意见，就是对于农村的保存、农地农用这些，一开始看到你就觉得哇，这个小女孩好冲哦，然后爆发力十足，然后就觉得诶，可是她还唱歌，嗯，那唱歌应该很 rocker 吧，就是可能是很激动的那种。但是到后来现在慢慢的，甚至于到今天我听你唱歌，我都想天哪，你的成长太快了。就是你的一开始的那种比较躁动的，就是卡卡卡掉的那部分，已经很快很快的变成很圆润、很成熟，然后很金柔，然后感情又变得又更内敛了一点，可是还是那么的深刻，会打动人心。我相信就是在经营阿嬷的老家，算已经变成是一个社区营造。嗯，那社区营造跟很多不管是游客、贵宾，或是亲戚朋友，还有自己的伙伴，其实随时都是希望能够长期经营下去。那你就要会做人啊！哎呀，我刚刚想困难都是爱向做人尔啦。这听起来可以说半点钟哦。我没啦没啦，我跟你说啦你说看看做人到底是困难在哪里其实困难就是有时候自己讲话太直接的时候啊，然后你要怎么去再跟人家去做交流。然后曾经也很多亲戚都会带菜过来我以为他们只是就像他们讲的啊，我在吃不了这么多啊，其实他们只是想要跟你交流可是我真的会误以为他们只是真的吃不完，你在帮他吃掉。对对对，可是我反而年轻人不知道要回礼哦。Oh. 对，然后渐渐觉得奇怪，他菜怎么都最近都吃得完。后来才发现哦，原来是这类问题。这够资源。那你各位兄弟姐妹，你好，讲话都直接讲吼，无我真正的动作你是。见伤济，真的。所以被安娜回礼。后来就因为我们就开始渐渐的做古早手作，然后亲戚朋友，我有把这个问题跟我的伙伴讨论。那反而就是有时候相信人跟人之间不一定是说每一个人天生就会处不来。那我就找我的更多不同的伙伴，然后去跟我的亲戚把弄。然后他们就会把我们自己做的手作品然后跟他们做交流然后很多年轻人就围绕着他感觉好像祝你生日快乐然后手牵手绕着他那种感觉他就超开心的。你这一招高招啊，高招。对啊对啊对啊。不过对于这些住在这个黄挂蚕整个尤阿嬷祖等于是整个祖先跟他现在整个家族哦，你们这个大家族住在这个庄头，因为尤阿嬷驿站你自己经营了变成这样活泼，外来者这么多的情况，打扰应该也是有的，可以给大家教教到的部分。如果是说有住在什么需要多沟通的一些磨合的部分，有什么要注意的？就是其实我都很注重人和，你要经营一件事情一定还是要以在地社区的需求为准跟他们的感觉所以我必须创造一个很温暖的创意氛围出来。所以当车子来的太多的时候，我就会跟他说你的车子要停哪里，然后绝对就是不能侵犯到在地人的权益然后就是慢慢的很多在地的阿公阿嬷都知道因公为我那我在听啊、喔、然后他们就会就是也不管有大大小的事情都会跟我分享对啊、哦、不简单，真正都有在听有在做的对齁，就是这样才走得长久齁真的而且发现到其实还有一些就是义务规范，就是其实我们来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那是不是有更多力量可以打扫自己的社区所以我们不是只有打扫自己的门前雪我们只要是社区的我们都会尽量去帮忙整理然后帮忙倒卡丘，
是哦，倒卡手包括做田啊，还做田啊，布田啊，还有迄、那个咱做烟麻的时阵啊，嘛还倒烟了。对啊，哎、欸，小等下呢，家己平常这个会所你的同学来讲哦，或者是家己有扬琴的、有国乐的同学来讲，因因可能即马伫倒位伫咧发达，或者是讲做什么头路？嗯，他们几乎是想要继续在深造或者在某个舞台，但是50%以上几乎都已经从事其他的工作，所以就觉得很可惜，因为好像从小走音乐，然后都没有跨领域去做其他事情，因为我也常常鼓励大家不要只有学音乐，但是你要知道你最终想要发展什么，然后去多多揣摩，然后把其他的优点，然后来让你的专长深造才对。哦，对啊，不过这个专长深造也不见得会是在自己的家乡，因为对于家己从小生长的地方，啊，像你阿姐亲戚朋友的所在，其实大部分的人会感觉讲，哦，我被离这较远嘞，尤其是少年人，感觉讲我不想再被大人管，因为像轩怡，你就是把自己放在一个大人，就是这所谓大人就是长辈，整个生活领域啊，这个一般的年轻人是。就只想逃的地方，可是你做的是一个完全真的是跟我们很多人的选择很不一样的。我懂你的意思，因为我妈妈生四个，我有一个姐姐，两个弟弟，然后有一个能逃越远越远越好，是不是？对对对对对。可是他还是会常常回来，因为他吓到就是说，哎，为什么我想要留在自己的家乡？对啊。那因为我觉得我有这样的能力，我会音乐创作是家乡给我的，那来。哪有就是我自己对我自己的就是使命感，就是觉得哪有人家把你培养好了你就出去了，哦，对啊，那你至少要在家乡奉献一下嘛。哦，你真有情有义呢，就是觉得感恩啦，也很喜欢听长辈讲故事，然后长辈其实都很照顾年轻人啦。那你知道每一个人的个性，然后有时候看着凉，可是他也没有任何意思，然后他凉的时候，我就会直接吐他的，卖过凉嘛。对啊，嘛跟那你刚刚那吧，没有哦，现在年轻人也会这样子哦，但是看你用什么样态度去讲这一句话。对对对对，伊讲的话你要是爱听，不过有但是。一个应该吐一个讲，好啦，卖过念嘛。有时候我会跟他们讲说，好啦，你念啦，啊吼，但是哦，你已经做我看，我拢放你心肝底。哦，伊都感动着、哦，这样讲讲话。哎呀、啊，伊都安尼直直笑，安尼拍戏，安尼直直笑，安尼。好可爱哦你！时间已经是11:37啊，你等底咧收听是 FM107.3 迷你之音，礼拜天早上10:00到12:00，今天是大米还有。尤阿嬷驿站的黄轩怡带着他的吉他来说故事，伊咧已经讲半点钟嘛，唱半点钟。我今麦有放一首歌给伊休喘，啉一茶一下。听这首，人拢是要离家越远越好，阿轩怡是离家越来越靠近。咱来听《离家500英里》，这个够远了吧？这首经典的英文老歌。100 miles, 100 miles, 100 miles. You can hear the whistle blow. 100 miles. You can hear the whistle blow. 100 miles. You can hear the whistle blow. 11:40，这首《离家500里》，那呢算算起来，轩怡，你敢掐指一算，你如果离家500里，大概是到哪里？500里，我只记得好像到那个到板桥是50公里哦。那500里的话，应该是绝对是台湾以外哦。你说从你尤阿嬷驿站的500里是大概到板桥啊？不是，50公里，哦。哇，这样子对这首歌又多了一点点想象空间，那真的很远，应该超出台湾本岛了，一定的，一定的。你曾经离开家最远，比较长时间的一段时期是在哪里？去过哪里？我去瑞典。哦，很远，哦你，哦不一样呢，你去那里干什么？我是去那里哈，就是因为我本身也是交习农会的世监会青年，那农村青年就要代表台湾，然后那时候。整个农村青年算自己最会讲英文了，然后那时候第一个志愿我是填挪威，然后后来他就说不行，
挪威给别人去好了。谁说不行？为什么他要帮你决定呢？秘书长说的是 okay, 没有啦。OK， 好好好好。然后他就说，因为感觉你比较容易可以独立啦，不担心你、嗯。那因为挪威是有两个人的人选，那瑞典他只有接受一个人过去。嗯、那我去了之后就去了两个月，然后在二零现在是大概九十七年的时候。哦，对对对，也快十年了。对。快十年了，嗯嗯，想念瑞典吗？蛮想念的，嗯、那边的其实生活气息跟我们台湾差不多、欸，嗯，我很怕像那美国一样，就是东西太甜啊，不好吃啊，或者说很多的生活习性啊，可能我是去被安排去农村啦、哦，所以大家都蛮自由自在的，然后骑个脚踏车啊，骑个马、啊，嚯、嗯，骑马其实嚯，整个下来腿会变 O 型腿。什么？你等下出门是骑马哦？对啊，这是非常值得炫耀的事情哎、欸。真的吗？哎呦，方主叫我不要太炫耀。请问今那可能骑 T 背，嘛是骑 背啦，哦、是 T 背。哎、欸，说不定最近有人开始要推倡那个耕牛文化，嗯、以后会有牛哦。嗯，耕牛文化什么意思？意思我讲吼，那些有产吼动物哦，然后他会养牛，然后也会训练牛哦，要在宜兰哦。你起码是伫咧讲要准备啊，要活化老牛。罗化老老牛想说，老牛想说，我都退休啊，别个叫我去帮去牛产，干我多。有啦有啦，就是顶过来饲牛，啊用那种高山红色来犁田的对吧？对啊。哇，那个风景多好啊！对啊。不过我告诉你一种宣言，像咱那样想讲，我当下想讲，哇，这个农村很美好啊，然后牛在犁田也很美好等等的这些。可是如果看在这些一辈子务农的老人家眼里，他可能就觉得说，经济发展唔只重要，对吧？观光啦，啊，这个水圳啦、啊，什么一个建设做好唔只较重要，什么拢老这种老物件，老物件要让我身边记得。哎、欸，哦，的一直扭哦。一直讲哦，吼、哦，古的物件对来讲是牛的哦，新的哦。而且我们那时候自己在，因为我们也刚好破产结束啦。然后很多阿公就说：“你干嘛来破产？我够忝的。”我讲：“吼、哦，我阿无像恁以前地遐大，足忝的。我只要细细地，我一分地，我都是种七十几种的菜啊、甲花啊、甲果子啊。啊，我根本都感觉袂忝嘛。啊，佫招一寡少年人同齐来做啊，佫继续传承咱以前的农业文化。嘿啊，家己种的物件。”家己家嘛，然、啊、后来阿公啊听听，因为伊嘛是大地主，他以前也是种哇好几甲地的哦，一直在弄爱瓦缸，我只要一分田我就觉得好累了。我说谁叫你们地要那么大，你们卖了已经差不多，不要再卖了。现在粮食自给率在台湾只有24%，意思就是说，我们台湾的田种的吃的粮食只有100个人，只有24个人吃得到，嗯、其他都只能仰赖进口、嗯。就觉得不要就是我们必须有不同的地景，在我们整个台湾才会有不同的美丽。所以现在不要再把田卖掉了，已经不够了。嗯，对。你的这些点点滴滴也常常借由音乐创作，希望用唱的方式唱到他们耳里，是吧？当然啦、啊，而且有一首歌叫《因为你》，然后因为你，因为我们想要用我们的音乐帮我们的农夫卖他的米、嗯，然后呢，附近的米又是常常听我们唱歌，啊、然后我们就叫他音乐米哦，然后音乐米念久了就叫做因为你，起鸡皮疙瘩的。来听看麦哦，因为你，我们在一起，一起旅行，一起打拼，一起数星星。因为你，我们在一起，不再哭泣，不再孤零，不再数泪滴。我们在天边捞着快递，拉着琴唱歌曲，多有趣。你们在水边泼洒水滴，玩游戏跟着哼，多好听。因为你，我们在一起，一起旅行，一起打拼，一起数星星。因为你，我们在一起，音乐让你让我陪你陪我陪大地，
因为你所以我们在一起哦，因为米哦，农业还有音乐绝对会让我们每个人顺其自然的生活在一起，然后忽忧忽虑的感觉。后来发现到越来越忙碌的生活，心都不安静了，那你怎么会享受当下呢？所以我们必须来到，不管你到哪里，心安静了，然后面对大自然，你的心就会安静咯。不公平，不公平。我认识很多很多友善耕作小农，他们的米都有自己的品牌，可是没有一首自己的歌。真的假的？然后音乐米就因为有宣仪有仙女在，就可以有自己的歌。不公平，不公平。你要为所有的友善米全部都量身打造。真的假的？打造主题曲两百甲，还是说各式各样的米啊、什么拖拉裤对不对？什么拖拉裤？拖拉裤是一只猫哦，好好好，是是是，很棒哎、自己的米，这个音乐米也算是黄瓜蚕这边，你们在自己也在实现也算实验一个友善耕作的方式嘛，蛮惊讶的。其实音乐搭配米这样子做行销，没问题呢。没问题嘞，就是讲卖了卖歹的对。哎呀，一包一百块啊，一斤。那时候在前三年就已经开始先试试看，然后发现一包一斤这样100块卖出去，不到两个月几乎就是把三分田都卖完了。哇！然后卖完了之后，我们觉得我们可以从那个农业种农业下手，因为我们一开始都没有种农的经验的话，我们去跟农夫谈，农夫都觉得你给他做剩。后来我们就也种田了，大概也2年多了，所以大概知道他整个他的通路啊，然后他的生长周期，就可以跟农夫谈了。恭喜在大家那听到哈，一斤卖100块，可能迄个嘴拢。合不起来，合不起来，想说那有可能一斤米会当卖这贵？有有有，因为只要是你确定你是友善有机的，基本上都可以这样子卖。而且基本上我们包装也有很多年轻人一起来努力哦。尤其伊唔是干那卖迄包米呢，伊个卖的是规个庄卡，农村的文化，对啊，卖这个历史，卖这个对友善耕作的意义的认同。有当时啊是这些东西全部都给你，在吃着米的时候那一口。米吃起来就不只是米饭的滋味而已了，对。然后还包括听到了宣仪每一首量身打造的歌。那我接下来问的比较私密一点、好，你讲。请问一个这么唱，这么搞唱歌，这么搞创作的查甫囡仔哈，有点紧张了。请问今年刚要个单身？今年还单身？今年结婚，慢慢来。结婚了。对对对，我请教一下，请你安尼，这么有才华，啊，底下呢增卡呢，这么受欢迎，那增卡了，底瑞士嘛，真受欢迎。哦，瑞典，瑞典，哦，瑞典，瑞典。其实是这样的个性哦，然后你想做的事情也都这么具体，未来人生方向。丁丁，你家己一个人伫咧做，噶你敢会感觉讲嘛？希望有一个伴，是一个好。后来我直接讲好啊，你要追求什么款的对象？我要追求的对象啊，我都开始真想要嫁个黑人，你知道？这说得来，咱来消音。你讲什么？阿妈，你卖听？阿妈，你这段你卖听？我其实一开始我真的很开，蛮欣赏，就是黑人他本身，因为我们之前在读民传大学国际学院，有很多黑人的朋友，然后他也很会唱歌，他也很过来在走。然后其实黑人有一个特性，就是他也就是很有热情。然后随时随地就很幽默，然后散发出来，然后就觉得生个，而且我爸爸妈妈也讲说，生个洋娃娃也不错。可是后来我读高中的时候啊，然后我曾经听到一个老师讲说，我跟你讲，现在台湾纯种人已经很少了。虽然我没有种族意识，但是我觉得好像说台湾纯种人已经很少，我就觉得不行，至少我要对台湾负一个责任，就是再生一个台湾宝宝这样子。所以我的对象呢，其实我一直对象都要求不高，我已经交过好几个男朋友了。对，然后我发现到要懂我的心最重要，就是这个最难啊，少在那边不高嘞。我没有说学历高，你奇怪。小这边跟我讲不高，什么叫懂你的心？你的心怎么啦？我的心很难搞。好，那
怎么样的特质是会吸引你的？要愿意倾听，然后愿意支持我在做的事情。我曾经就是自己在担任社团的社长，然后发现到那时候有交往一个对象，可是他觉得我太多时间花在这上面，然后他不希望我再继续做社长，然后我当天就把他甩掉了。你好现实啊。就是你怎么会不了解我，就一直卡在这，你怎么会不了解我？这本来就是一个过程，会遇到社团的问题啊。等一下，你说你沟通一下嘛，你甩得太快了点，他搞不好只是误会了什么。好啦，是我没有铺陈，是因为我们之前都分分合合。哦，好，原来也是有理由的啦。对啊，女生直觉真的是很准的，不适合就赶快分手，不要浪费彼此时间。欸，对不对？直觉真的很准哦。而且我也告诉自己，如果就是嫁给一个或是结婚，交往一个会离婚或不在一起的，那我干嘛要跟你在一起？问题你哪晓得嫁给他或跟他交往会分手了？因为直觉说的。好吧，我们确定难搞了，很好。好了，没关系，难搞我们就继续自己用自己方式过日子，总会等到那一天的。我相信啊，幸福不会少给啊。真的，啊，而且融入这样子的老厝活化，然后跟着这样子把农村自己的家乡用自己的力量，然后集结了许多同好在一起，这些幸福感应该也是很难去拿一个说，哦，我现在是单身，是不是就缺少了什么？应该不是这样能够比较的。是一开始会比较，可是后来交往过就觉得，我们必须去祝福真正能够常在一起的人，因为真的太难找了。对，真的一开始会觉得，啊，怎么散成这样子？后来就觉得，真正能够好好的聊天在一起太难找了。对，我怎么感觉到你很语重心长说出这一段话？欸，我们要祝福仙女很快。也不用一定多快啦，她只要专心的那个好好玩这些东西，我们就可以跟着玩，就可以享受到。比如说四月一号在有这个上面我们的阿波准，阿波准，阿波准，李刚，对，这个在姨妈驿站要办的大型活动，对不对？对，一定要来。赶紧，赶紧，赶快共结。4月1号跟4月2号的时候，我们从早上10点就会开始准备，然后呢，会邀请我们的所有的村民一起来，然后把以前的鸭母船再重现。鸭母船重现在我们的那个水运，因为以前陆运不发达的时候，只有宜兰才有鸭母船，除了赶鸭以外，还有来我们的黄瓜船。以前我们黄瓜船是一个湖哦，那后来是因为绑双的时候，发现有很多很漂亮的石头，那些石头呢都很好用，就是九桃厨的那种石头的材质，所以他们就来这边搬石头以外呢，还有赶鸭子，就觉得交易的部分很多的也是在阿波准上面发生。那因为我们6月就要开始拓宽了，那可能接下来都要水泥化，所以希望赶快在动工之前把鸭母船这么重大的意义赶快再重现这个时光。留下很珍贵的那些记忆。对，当天也会办那个市集，然后我们就是也会办一些遗物异物的市集，然后让大家来交流。所以详细的活动可以搜寻游阿嬷驿站，可以看得到4月1号这个阿不准回到这个黄德济大。黄德济尊 ，OK， 对对对，好，欢迎大家有机会都一起来参与这个很棒的活动。今天这波已经11:55了，我被老最好几首歌的时间，因为我们听不够最后一首歌。对，你的作品那么多，要抉择一首当最后压轴不容易。那有一首歌叫做《我甲土地》，我甲土地。风吹过阮家土地。草予伊分甲恁拢细，雨滴过阮家土地，头毛予伊压淡歹找，水溪流过阮家土地，牛拢会行去水底洗，我常常顺咱土地，田地大树，甘也有地遐卖。我是花读书真正，地咱土地乌白，白花白
故事真正。爱去水沟啊，抓水鸡。十四岁青春少年，大场埕拢会斗拍车，每届上课拢予老师骂，因为人知要走多远。希望今天大家的曲子大家都会喜欢哦。太喜欢了，谢谢，超开心来到迷你之音哦。你可不可以每一集都来啊？真的吗？我都不用排歌，只要听你唱歌就好。好棒棒哦。好棒棒，谢谢轩怡，谢谢，感谢大家的收听。今天节目到这边，迷你之音节目感谢萤火虫、白富羊鸡、彩玉、红罐水鸡，还有花嘴鸭独家赞助。谢谢您的收听，下个礼拜天早上10点，大家再会，拜拜，再会，拜拜，爱你哦，爱你哦，拜拜。